姐，我这边弄了，你都拿着割韭吧。嗯，我你不是我往这田里锄不行了，对了。往这儿。往这耕凉。往这耕凉。嗯。来，他在这一撩不摘鞋，俩人不就在俩人都摘了。俩人你。人高马大，不是说呀？你一人高，你这那一整天连着那不摘鞋。哎呀，这下雨下的太沉。俩都要红的吧，这个心里头就干脆。那里还能那个顶住的呀？对，那里顶住，你不顶住那不成。他爷还叫拿绳拽的。我这是这是能上面拽不？那不要让一放放过来了都。来，你得把那个哈那个根顶着吧。你这个往那大上上的。再来，我叫我再来。再来，你不是你自己上桌了，很有气的。你顶吧，那还得顶住。你这个扭的要去哪里移？那腿走的又不好。哦，脚跪着把那个，那个杆子得摘那，这么一看，那就撞到那个气里了。我得拿过来。哦，拿过来就放这个根梁里。我就在上面一看看。对了，行。这边还是对。来，两边。来呗，你想啥叶要看看？啥看？这边。啊？摘了。摘了。它就是那个顶劲儿的，那个等劲儿的。这个。哦，这个。这个还有盖了。我啥啥都不用整了。这个石头是碎了，对了。那小，我的。再弄来，哦，可以。这？你啥要开摘呗？这是。不摘。我那个根架不摘，整个石头啊。整个石头。啊？那个石头。把那个石头嘞，整个石头。这样吧，这还往这站着呢。要是弄个一弄个棍儿，那顶住。你找个棍儿吧，也找个棍儿，还顶上住呢。你咋吧。好吃的，我在那热那那些饭店了吃的，咱不让妈吃了走了，在家里有热，我说那是咱今年了生意，咱去饭店里去吃点儿的。好吃的，我也我说了不过生意了，不过生意的，明年再过来，就是也老了，明年也还过去了，就是也还能挺老的，可得过，可不去饭店里，咱饭店里主要是。
也没在家热闹，这你也没恁那不愿意去饭店的，我也热闹一热，我说就在家里倒饭热。人家热啥呀？咱屋里咱热了，咱不炒菜了，算了。就说咱不炒菜了，咱闷着。不然了，你也上你不是都到饭店要菜，咱还到饭店要俩菜。咱那点那个啥菜是嘞？剩了里。那家凉菜摘了。啊，在家里热热闹闹的算了，就在家里过生意了，有没气氛？要到饭店，我就问不能过，说给娘生意。那完事，那我就说，今年了有热，我说上来再去饭店里边，比在家麻烦了，折腾啥的，有热，到热，嘴白了，这木拉木拉气都走了，这折腾啥呀？这个时候也没事了，早上一我把啥的吃都好的，我有空调，在那大屋里也不热。你们不也把他们去饭店那去？真是了不起，你说。我再跟商量，去了这个刚才订个饭店，再订个大屋，咱俩五个人住，再不去饭店，到饭店嘞，吃不好，还没在家里吃一点，光花人钱了，花花在家那花那钱花不了多少钱。那你自个儿要是不愿意了，你都还在家里。啊，在家里吧。俺家老菜了，咱还去饭店要两菜。咱要不咱往饭店炒两菜。饭店炒两菜。在家里热热闹闹的，挺得的。吃好吃的，反正热热闹的。是不是热闹一天？哦，一天了，真的。咱把空调开开点，孩子们他们都是屋里，都不开。这个屋里有空调。啊，这家里都有空调。把空调开开点，也不热，也不热。你爷爷孩子们累了，就在家里，有地当玩，家里地当又大，孩子们累了睡，都在家里热热闹闹玩一天。那行了，耽误了。那就那玩，那个你爷爷愿意在家待着，在家里玩里吧。小心都干的，咱啊活里苦练水练，咱早点早点睡，早点睡。我睡个日日啊日日。啊，我上你来，你别，他把我订饭店，我不上你来啊。嗯。